确定是干辣椒里的，因为我们辣椒是助农过来的，助农的话就他们不太会用那些农药啊之类的。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，然后我们就是助农那边就是那个代理的那个人问他那个会嘛，就是这个天气有潮湿啊，6月份过来的他们会掉叶子，他说所以你们辣椒多晒一晒，就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，所以他就长了一点小虫子。而且明天我也联系了，就是我们自己助农那个锅底，我们也留着，就直接把他们材料带走。就是我要给大家所有人，包括你们一个交代吧，你们一定会自查，就是明天的话应该就是不会营业，就是全部自查一遍，然后所有的那个干辣椒已经全部下架了，就是保证以后不会有这种类的事情发生。